看看新闻网。随着王心平的复出活动接二连三，多年前与郑嘉颖的一段旧情也被不断的翻炒。近日更有消息称，王心平久婚不孕的症结就是因为昔日男友郑嘉颖。消息一经传出，郑嘉颖先是怒斥传闻十分离谱，随后王心平在出席活动时也表示，荒诞的传闻丝毫没有影响到丈夫和自己的感情。